Hello，大家好，这里是笑笑，今天给大家拆一期快递啊，我感觉是真的只能拆快递了，也不算只能拆快递，而是因为最近总是有快递到，对吧？然后呢，这买的是啥我忘记了。哦，我知道了，是这个切水果的刀，哇，还送个掏耳勺呢，说明这是啥？哇，切土豆的刀啊，很帅很帅啊，还能换刀片，哇，这个怎么换？这么牛逼的吗？这怎么换？哦。这怎么拧下来吗？我看看啊，哎，这直接摘的吗？还是用手直接切就行？这个东西太小了吧，跟我在天津的比就小多了。我操，看它土匪移的很大呢啊！然后这个东西是一个新的工具，之前那个工具坏掉了，坏掉了之后我就只能买新的了。他居然用这么高端的盒子啊！我操，就这么点的东西啊！买了几个这个替换芯儿啊，就不用管它了。我们现在来打开这个，哦，他们换厂商了，原来不是这家吧？用的好像就是扎带啊！我又要吹一下我家扎带了。哎，这个怎么剪刀剪？用这个怕伤东西啊，是怕这个线弄坏了。哎，好的。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把这些先放一边啊，加热。那加热这段时间我们干什么呢？我不知道，先放这看一下啊。好，加热。这个我们拿开。今天我们的任务是做一个像我们天津一样的那种叫什么？养白鼠的笼子。先把这个。有一点点，这个盒子擦一下，这是打好洞的，对，呸，打好洞是点好了点儿，啊，一会儿应该拿一把钢尺，啊，我有钢尺吗？好像没有，哎，没有钢尺该怎么办？那这段时间我们不如做点事情啊，是的。再拿一个盆，这个摄像机其实不好使，所以有的东西都得先去找东西，好麻烦的。比如我要削水果，这个先放一边，别把手烫到。然后呢，这是蟑螂，你可能看不到是吧？蔚为壮观是吧？然后呢，放一个买的胡萝卜，1.7块啊，很便宜。我一般都喜欢趁着每天啊7-8点以后买。那个时候去超市买一般都能买到很便宜的蔬菜，不然的话平时去很贵的，你知道吗？齁贵的。平时卖5.38块一斤，然后呢晚上一般也就卖3.7块毛多，而且还是包装好的。这怎么用啊？来，怎么用？这怎么？哦天，好惨啊！他们感觉啊，我的天，就被我劈断了，太惨了。这个不好用啊，这个太小了，这个。这还不好洗，天津那个多好洗，直接拿水冲，这个是怕拉到手。够了。然后放点这个，放点我刚才去买的这个叫什么？南瓜，南瓜是可以喂樱桃蟑螂的。这壶也扔里边吧，不怕潮湿，用手掏吧。好，深入再深入，我的天哪！这个瓤是不是不能给它吃啊？我给它发出来，它拉肚子了。我把手满是污秽，好恶心啊！小刀，先拿这个救一下啊！这个刀不是怎么破成这样了？哎，这个刀不好用啊！它刀片是这样的啊，是吧？不怪我，没刀片，刀片不好使。他专门去买南瓜伺候你们，说你们这帮什么小东西。够了，就这样吧，少喂点。然后给我的花枝一点啊，好吧。
盖上盖子啊，不该盖的就我怕很可怕的事情发生。嗯，好的，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打洞。嗯，温度已经预热起来了。嗯，然后我们来拿个、没有钢尺，拿改锥吧。嗯，好像不准啊，但不过没办法，这个好久不操作了，对吧？哎，我操，好烫，这轻轻碰一下手就糊了呀。清君三尺剑，烽火城头立肝胆，借君三十年，繁华万里好江山。乖孩子不要学我哟，虽然我每天都要说，但是真的很多人会学我。像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把这个烧个蜡烛，然后呢拿钢针在蜡烛上烧，等钢针温度足够烫的话，它是可以达到这个效果的，只是不像它一直在加热，只是因为这个东西这个里面的这个芯儿会这个加热芯儿时间久了会烧坏，所以说我一直不推荐你们买这个，坏了你得买个新的，你要是不知道它坏了的话，你这个就很麻烦啊。然后我们把它这个英雄何用声声叹，断碑落残月，君不见青山，豪杰中华尘烟。这块我应该会加速吧。嗯，没事，反正我话也多，不加速也没关系，你们一样看啊。我操，这个温度好烫，千万不要让这个线碰到这个机器上，真的会出大事情。君三尺剑，烽火城头立肝胆，借君三十年，繁华万里好江山。我现在已经浑身开始出汗了。人安全迷雾遮掩，青石高悬，万叹世间。我发现很多人喜欢看我的视频学习养动物啊，对吧？我觉得这不推荐，因为我养动物养的不怎么样，对吧？我就是那种属于什么都了解一点，但是你要是真正懂行的跟我说，就发现哎我操你懂个屁，对吧？我什么都不懂啊，我就是个新手啊。老有人问我养蜘蛛这个怎么养那个怎么样，哎我的天哪，你这样问我很害羞，我啥都不会呀，对不对？这个叫什么，愧对于你们，对不对？我操，差点歪了，不还好还好能修复。嗯，我的螺丝刀已经发黑了，我跟你说，卧槽，肮脏的 PY 交易。然后如果有喜欢猪鼻的或者是玉米的可以私聊我，对吧？过一阵可能会上货啊，我一直在说上货上货上货，也一直没有上货，也就上了点蜘蛛。蜘蛛我这边还预定了，据说预定去，别是去，卧槽烫死我了，别说据说了啊，就是蜘蛛我现在还有50只印度打算群养，对吧？你们要是拿个几只也没关系啊，如果有想按组买的话提前说，当然你按组买群的话我肯定是不建议的，对，很多人你们有的人没有什么经验啊，我也没有什么经验，但是我就是我老师，行了吧。哎呦我操，好烫，好热好热啊，好热啊，哎你看你都弄得人家满头大汗了。哎，轻点。不行，快要到了。好的，马上就到最后一步了。然后看哪，哎，好的。我操，这块要休息一下，赶紧的。哇，妈的真烫！我操。然后把这个插头拔掉。就不要让这个再加热了，真的，不然一会儿烧了就容易形成这个灭顶的什么火光之灾。哇，妈的，我的床啊，不行，是吧？陈希奈，赶紧的，洗脸，你看，还行是吧？哎，都对下焦，好的，你的铁丝网子呢？啊，是吧？哎呦，我操，忘了件事情哎，忘了把我的那个热熔胶枪打掉。
唱歌没关系，我的唱歌会原谅我的。然后我们这段时间来干嘛呢？对吧？我们这样先预热我的热红椒枪，那个就暂时用不上了，先忘了再切一个东西，再切一个东西的话，来时间上来不及，对不对？我们就来做点别的事情。哇，好烫，好烫！我先放一边这个线的话，哦对，这个已经凉了，对，凉个屁，没有凉，烫到手了。然后再继续来看看这个蟑螂，因为那个在热。你们仔细看就知道，这个真的非常的可怕啊！这就是野生蟑螂啊，绝对不是你们所说那种宠物蟑螂。所以说，蟑螂这个东西，它是害虫啊，没有你们所说那种啊可爱的蟑螂。但是像马岛发生啊、杜比亚这种饲料蟑螂，它跟我们所说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今天我还去超市 捡烂菜叶子啊，人家还好给我了，我捡了很多，不拿出来给你们看了啊，我还是拿出来给你们看了啊。然后今天是教你们做一个网格子啊，然后这个热熔胶枪它得要10分钟才能热吧，对不对？我们这段时间来干嘛呢？是吧？这个相机它没有那个暂停功能，我们只能拿着相机到处举，然后到时候我做后期把它去掉，对不对？我真是太机智了，是吧？继续削点胡萝卜丝给我的小白鼠啊，它的食盆呢？来。你给我出来，把食盆给我，咬我给死定了。进去，我不理他了，我直接拿这个刀子劈一半给他放下来了。所以我刚才直接砍了一半，是吧？然后我们再切南瓜。南瓜怎么切啊？南瓜怎么切？我其实是有教你的，但只是我现在有那个工具。我不能在这个板子上切啊，对不对？大忌，拿顺丰快递啊，顺丰快递没有给我钱，我也不想发顺丰快递，只是因为我发东西有的东西看啊。哇 ，excellent， 我操，不好切，没有板子，我忘了怎么摘了。我们缩小一点。我操，我把整个都切了是什么鬼啊，只切了一面就可以了。现在已经回不去早已流失的光景，是吧？然后就切成这样，还挺蛮好看的。这把刀我不知道叫啥名字，但是挺有意思的啊。接下来继续喂蟑螂，是吧？灯光师过来点。我的宝宝们在很开心的用膳，然后把这皮给他们吃，先给南瓜给他们吃。怎么说？我这个盖子应该换网罩，你知道吗？这个给他们吧，然后剩下的给我的叔叔。哦对，还有杜比亚忘记了，还有樱桃蟑螂我忘记了。然后。是个大箱子，对不对？大箱子里面有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是不是这背侧面都是啊？多少只我不知道。然后我们来把这个，哎我操，这个好滑腻啊！这个带那个刀子呢？对，就是你，来，快进去。不行啊，这个不好切，用手掰吧，是吧？我操，这个韧性好强。这还是放在上面比较好，因为它上面这样把皮从上它们隔绝水分，它们可以上来吃。你要放下面的话会有很多的缺点啊，比如呢啊，我说不出来啊。刚才那颗胡萝卜呢，我们让那颗胡萝卜的越来越短，越来越短小吧。来，这个菜板来给你，就是你。下面那层也放一点好不好，别乱爬，听到没有？你要敢上来你就死定了，我跟你说。哎呦，这灯光不行，灯光是不够硬的。爬到我的手上，
真是可恨啊。我知道风里有诗句，不知道你。我觉得这期不简单，我操，刚有这蟑螂感，好像被我推进了这深渊。好的，就留一点胡萝卜吧，留着喂我的面包虫，是不是？反正人家说给他吃这个燕麦也可以，我燕麦也可以，但是燕麦真的他妈好贵啊，对不起啊。燕麦就喂那种粗粮那种很便宜的燕麦就可以了。嗯。我明白眼前都留，哎，这块太大了，不能给你吃，给我的叔叔吃，好不好？嗯，你这个放下面吧。好的，那这个就喂完了啊。杜比亚这里也有，哎呀我的天哪，这个怎么老是倒呢？啊，为什么它老是摔跤？老是四肢不健全啊，非正常。嗯，菜花也扔你们一点吧，都是去超市捡的啊。然后这个东西，走你，都给你了。然后这个我得找个塑料袋，把这些烂菜叶子装起来，还能再用。尤其是南瓜，南瓜没有那么容易坏啊，是吧？南瓜这个籽不知道能不能蒸干了吃。变成无所谓的模样，变成透明的高墙，没能变成你。明天那个阿姨又在骂我，我把她蒸了那么多。啊，这个小鼠鼠好像很开心的在吃它的饭。然后我们这个热熔胶线应该已经预热成功了，是不是？啊，我们开始这个把你撤掉。好的，一两块，傻瓜，嗯。然后这个胡萝卜，好的，清理一下，刚才这有一滴这个，好的，然后我们来放好，嗯，开始做这个重头戏啊。好的，有点丑，但是怎么说呢，沾上这个之后养几只繁殖组还是够的。我原来在天津用的很大，你应该见过，但是那个相当大，其实没有用，因为鼠的话如果是繁殖组的话，它根本用不上那么大的环境啊。怎么沾呀、啊、沾上就行了嘛，这个。哎呀，它后面没胶了，还得再换胶胶。嗯，所以我现在决定换一个方式来。嗯，好的，我们来慢慢弄这块，我应该会快进的。啊，这个你们知道我在干嘛？我在捅这个胶罐，希望不胶不出水，就是。哎，好的，我们来试试看你行不行啊？趁现在，赶紧把它这个棒棒插进去。哎呀，对准它，啊，胶进去了，试试看行不行？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我想要。为什么在发抖呢？因为我热呀，真他娘的刺激啊！这个不行，没有人帮忙。在天津有个桃子，这边没有桃子帮忙了。嗯，把它用这个把它摁下去。海棠春水迷上惹落花，悠悠一抹斜阳吹翅膀，踏上青丝泪染了。哇，烫死我了！没人帮忙就会很难搞，知道不？这个网就容易不严丝合缝，所以我们只能这样，先粘一趟，然后再粘另一趟，是不是？有点丑，但是没别介意嘛。你看我都不嫌弃他丑，对不对？当爸的哪有嫌弃孩子丑的呀？就比如我父母从来不嫌弃我丑，因为我不是他们的孩子，对不对？哎，发现这是个好理由，只要你说你不是亲生的，哎，你没事就不用，你嫌怎么嫌弃他都不会说什么。但是真的是对孩子一个很不尊重的做法。我跟你说，我父母就特别爱说我是捡来的，对吧？而且呢，我母亲很过分，她有一次跟我回家，特意说带你去个地方吧，这个地方说你是压根就不想来，我说为什么呀？带你去了就知道了。然后他带我去了一个我们那后山的一个回收站，他说当时你就在这儿被我捡到的，哇，当时我就信了，你知道吗？有几天我天天去垃圾桶那儿等我父母，神经病啊。
因为主要说孩子是很天真的，他是你说什么他都会信的呀。他说他还跟我说，就那天没下雪，但是那个时候那天下着很大的雨，我们来这边遛弯，就是听到有个孩子在哭，然后就发现你在这里躺着，哇，我都信了，你知道吗？信了他的邪，我就觉得我是个孤儿，我在班上没有了立足之地啊。后来直到听另一个同学说他也是捡来的，结果呢，他说他问他妈了，他妈结果他那天特意说他也去外面等他家长了，结果他妈把他打一顿，说他是亲生的。然后我回家我也去问了，结果我妈还不认账，她说她忘记了。你们随口一句玩笑，会让孩子记住很久的，你知道吗？血海深仇啊！哇，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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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给我摁住，快，一会儿来不及了。哎，用手摁的话会烫死的，好不好？哇，真的好烫啊！下面也很烫，你知道吗？能隔着这个，感觉到下面的热热的温度啊，它在紧紧的包裹着我。这个时候，你要是赶紧拿冰水冲一下，就冰火两重天。啊，天哪，这个好烫！啊，天哪，我再哎对，再弄热弄化点，然后再重新来一点。嗯，好的，然后该用这边。这样是为了防止这个老鼠到处咬，你知道吗？老鼠它会咬这个边儿的。实际上那个卖家一点也不负责。我这个视频做了多久？哇，20多分钟了。前两天有个大佬跟我说，他说你的视频其实真的蛮精彩，但就是太久了，真的。有的人视觉疲劳的人说会看得很累，知道吗？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你们觉得累吗？起码我话多呀。盖子这么一坐，就等于彻底是废掉了，知道吗？它再也不能像别的储物箱一样无忧无虑了，能装吃的，能装袜子，能装内衣，能装内裤，能装姨妈巾，对吧？还能装胡萝卜，装菜，装洗清洗碗，装电动玩具，装毛玩，装充气的玩具，其实也没毛病，对不对？就以前的小男孩喜欢这个电动玩具，小女孩喜欢玩具娃娃。长大了呢，小女孩喜欢电动玩具，这个小男孩喜欢电动玩具，对，玩具娃娃。其实我觉得这个补救提醒你死了，上面还能再打一个，但是打一个没有用，在这哎对可以在这个东西嘛，我倒是有时间在做，做就到这了，然后到我这个难怪呢。难怪呢，这个傻逼每天都把我弄得到处都是啊，是吧？你很怂啊。黄昏乱夜声息响起，曾路过残灰的花瓶。我今天为他谷物蔬菜，是不是？你又不吃了。哇，你妈的！放上菜他就去吃菜，又不去吃他的那个东西了。不然每天放点菜，搁着，我走了，不想理他。把我这书咬成啃成这样啊！这是我在切出来的，就按照这个模式啃。没事，就进去吃点菜吧。肉明天那个，今天我的这个糖还化掉了，对吧？就这个黄色的，看到没有？就是刚才说的糖，我忘了。对，它化掉了之后，把这菜弄得到处都是。然后蟑螂啊，刚才我看到很多野生蟑螂在到处跑。然后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咱也没什么好说的，跟大家再见，拜拜。我抬头看见彩虹飞将，照耀奋斗，壮心快赴，笑声无畏，望天生死。